阅读一本好书，能带你进入快乐的最高境界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景怡，今天想要跟各位职场新鲜人推荐一本书，叫做《心流》，英文叫 Flow。 大家进入职场以后，肯定会碰到许多问题，工作不喜欢怎么办呢？老板经常叫加班怎么办呢？未来怎么晋升呢？碰到生活不如意的事情怎么办呢？纷纷杂杂，很多的困难会摆在你面前，怎么去解决呢？还有，世界上在职场上这么多成功的人士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们是怎么样克服这些困难的呢？读这本《心流》，因为作者米哈伊是一位心流，是一位正念心理学的创始人。他这本书是一个科学著作，他通过15年的时间访问了600多位在各行各业非常出色顶尖的人士，成功的人士，来找出他们一个共通的特点，为什么他们会成功。原来他发现这跟他们的家庭、跟他的智商、跟他的学历、跟他的外表都是没有关系的。他们有个共通点，就是跟他们的内心、他们掌握自我的能力有关系。他们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他们特别在工作的时候是特别投入工作，投入到一个非常高的境界的时候，产生一种幸福感，这就是作者说的叫心流。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未来的职场的日子里，绝对值得你一看再看，可以让你掌握自己的自我意识，能够找到一个进入快乐的境界的途径，值得你一读再读。